被动技能圣光灵弹，调整后新增警惕效果。当卢锡安获得了友方英雄给予的回复护盾，或附近的敌方英雄被定身类的效果控制时，卢锡安下两次普攻将造成额外魔法伤害，最多可储存四次强化普攻。现在卢锡安将能够有效配合队友的回复或控制能力，通过双发银弹。二技能热城裂弹，调整后当友方英雄对热城裂弹所标记的敌人造成伤害时，除了能为卢锡安增加一定的移速，还能为卢锡安提供警惕效果。主动的